也既是这世界的人，同时又源自过去。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逻辑漏洞。各位不必惊慌，我就是单纯的一个刺客而已。臣不闻天下之事，不见刺入京都扶摇直上，天上来悼念师兄，就是纪念您。这怎么听着怪怪的？久未谋面，你瘦了。要让杀他的人知道范闲死后什么场面，我连夜来的。不一会儿，师兄啊，丢人啊！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上队。这就是京都官场，等会儿人情世故。一个人对上整个督察院，硬气。他们要的是官场，我要的是民心。什么是财富、政治、库债？库债吗？从未听过此种事物。手术是什么东西？如果这个艺术能够传承的话，班主任来了。此乃殉国之大福也。你来京都很久了，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回家。我想闯个祸。好啊，我说什么想清楚谁说。我又听见了。做好人守底线，最好先有个靠山。天下第一挡箭牌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所有希望和绝望都会在此上演。你说范闲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？既然我们来到这世上，我就不能让他是非成了笑话。人改变世界靠什么？那就让京都开开眼吧。在这个世上只能是你。小姐的事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样，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金鱼，耳朵竖得像天线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。